安怎啦吼？啊，你代志我来讲，你两周下来有疑问，你知道我意思？我简单告诉你吧，我跟他已经认识很久。我知道你妈急嘛。对，所以你们今天要说，我知道他干嘛吗？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一样的，对。真的不知道。本分局追查罗姓、徐姓哦两名女性车手，他们相约到台中丰原哦租一台自小客，以假检警的方式哦向被害人哦诈领他的存折和提款卡，然后再开车回台中去领取。那我们分局巡线哦，经调阅无数监视器巡线到租任的这个自小客，然后再巡线查获罗姓和徐姓两名车手。他们罗姓和徐姓女子哦，是由罗姓女子当保证人，徐姓女子来出面来租车，然后由罗姓女子下车，以假检警的方式向被害人这个诈取他的存折提款卡。当天逮捕那个徐姓女子的时候，她是不是有就是试图要撇清自己跟案情有关？可以帮我们讲一下？是，她是否认说她知道这个案情，但是车子是由她们两个一起出面去租的。嗯，